1653，迄个徐龙才来写台湾。写台湾以后，一生人啊，283年，我说关城时代。陕西关城时代哦，台湾历史上我真正读的人差不多。伊时代是讲关城时代，陕西在台湾管的遐做官做官的无半个是温州人啦，拢是阮啊福建广东的汉人啦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在管的做官做官的汉人，是遐在了无同啊，遮来开创的啊汉人。我偏偏汉人是遮一边是干那原住民。甲大陆来往个啦，啊，大陆做官做官个拢穿个无，哦，啊，即开始变咯，本来就穿条衫无。老乡，你毋当穿条衫，我伊那官校时我也穿条衫。咱大人就是穿条衫，是大人个一个心目里讲。啊，安尼说是讲哦，伊就变变汉人。白白我是福建迄落，啊，出兵做官做官的，伊做为做迄个晚清就开始甲北上的时阵，啊，迄落不强，啥个拢的时阵，做非做做迄落来移民路，来领地，再白白汉人的再开宿舍。迄阵啊，才我讲哦，恁的好绝对无假。迄阵啊，才台湾才分做两边，一边南来的是哪共产党吼，伊迄拢几个拢英属的台湾啦，要拢无做什么，跟大陆一样是接受，哦，这又是本地人。难受就本地人，伊讲本地人，本土人这是历史唔知啊，就是讲本土人。那台湾人从下啊来开拓，来建设台湾的，先受着本地人。啊，怎么来管的？先做官、做恶、做毒的，先一三年就算，这就换一万外人拢无迄落，先有着。东山人、本土人、中路人、台地人啦，啊，所以伫迄阵啊吼，你伫这个台湾这个吼，对这个汉朝就看这个是关系啦。我伫伊中国个本土再来啦吼，伊这边边山人来这关系啊，要来。那迄个汉人来欺负这汉人啦，从哪来才抬起来？没有这三年小患，五年大乱，五年大乱，抬到安怎？老实讲，恁这读书也不怎样个，啊，讲来说，伊才讲哦，出头天做主啦，即阵也是讲哦。但后尾独立咩个国家呢？出头天做人看因，两三万年前就是讲，咱台湾是讲袂出来。我老实讲哦，我算下台湾上大个就台湾唔敢讲独立。那安尼个人敢讲啊？公开即款含咧到处个啥啦？独立即个拢唔敢讲，啊，台湾独立啥？这是台湾相中的关键啦。哦，这些这些来，所以迄种人就出头先做主啦。中央台湾咯，所以这个中央哈，台湾历史是什么历史？台湾历史有分组，有志向的建设，啊，精神上建设。有志向的就是啥？移民、开拓、资本主义化、现代化，这都是有志向的。建设精神上的差别是啥？荷兰时代反欧盟法啦，反正时代反东山，
日本就是来反西海的，哦，啊，即卖就反俄啦，哦，这拢是台南种乱乱是，有哪是家己要自由哦？有哪是无迄个政治理论啦？有哪是家己的土地，我家己要做我的人才会使。这个时代讲啊，是咱的政治乱乱，不过台南是安怎遐个无办？拢予外来民众伫日本时代学日本，国民党时代学国民党，迄，那个政治的台南好拢挂起。啊，恁咧读的拢是黄河文化的。我那个1949年回来的时候，我问那个中学生啊，说，他说下山这个是啥？伊唔知啊啦。哦，我看那黄河，哎呀，黄河在山上咧。从咱人哦，从这个共产党管这个哦，尤其是咪西都是哦，这个思想方法，那黄河会转过去的。我以前啊，写师范的书，老师讲啥那啥那，那囡仔来的话，全都是讲。我啊，中华民族啊，中华民族啦。啊，比如是，大陆人民爱罗马呢。啊，我说我是大民族，大苗非洲啦。我讲大民族，大家几啊拢阿阿生啦。啊，我当然是阿阿生。噶即马来的话，我几啊，就是号称是本地户。拢什么人个？拢在一块民族，电动那个啦，老实讲，从啊这三人相中，家己就反省啦，唔能在那讲美国民众歹啦，美国民众歹，当然未好啦。你从安怎样来解决这个国民众的歹啦？吼，各一项。现在时代，咱第一个责任是强强，大家对共产党拢一文三不知。啊，看的时候有诶说讲来这怕死，啊，看的人咯，我诶经验，然后强强啊来哦，台湾这啊，搁富甲乱七八糟，搁强，搁他们啊吃你，你要走你走袂起来啦。啊，所以讲想要并不是。这段是一个真了紧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即摆是毋像可能在老的，即摆是可能在少年的哦，少年就想干些代志哦，哦，想讲，当然像那个，咱来当然就是说，当然应该是干人变些强，还是不做人做人落来多，做人这种都。日本人讲行政啦，行政大家去想啦。即阵啊，恁迄条线就绝对就砍起来啦。无即阵啊，你看，你像安尼，比如讲，大人啊，像社会，比如讲是哪里讲国家的主权，啊，即阵要去论，啊，比如，你看卖，国际法来写。国家主权在民呐，啊！你即马你论什么计啊？讲啊，台湾的主权在台南的啊，吼！啊，出来讲台湾是安怎无主权，红给你，给你抢去啦！你若迄主权无抢来，抢倒来，你无倒来是哪做头家啦？是干哪安尼尔啦？你做经济上的行动，你说在这个天空中的那个梦的处，主管是啥人的？啥人的失败？那个地位哦，是要改变行动的啦，不是吼、哦，地位而地位啦。哦，恁这点尤其是迄个吼，所以讲，我只能说讲你家来。大人问题，老师讲大人什么时代来？你不要话大人，我唔免个说明啦，是讲
甲恁整理讲啥呢？物质，变成一个精神，变成一个大人的思想，啊，大人的思路是安怎是安尼啦？啊，即马迄个详细的所在拢即马活着的那人想详细啦。即种话当然我慢慢讲，慢慢慢就慢慢讲。我们国民众啊，喏，你都地方厉害的人，想怎样个？啊，你看现在，自然都是用，这拢是民地的关系啦。伊下上的无家庭，拢家庭来好做的。譬如讲，你若要读政治，但不是讲要求进步啊，敢不是？究竟无人个哦，世界个时阵啊，已经有个路了啦。是，爱之若是理念，大家都一致，当然就即阵就袂理智啦。哦，这是立场，大家都一致。你讲道理有诶，明仔说你讲国民党乱说，啊像三角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啥，我们叫话，你家己个先啊，总统你讲属于再出头去啊，你后壁一群人拢做了啊，你先啊，有一天的早上看起来你在前面坐，你在别处坐，这个哦，啊，你来个嘛，三人政治政治的问题啦，这是做人的伦理的问题啦，做人的吼。咱大人，那不一定啊，这个人都不让大概做哟。这种选举的问题哦，拢是一些伦理的问题哦。啊，你我在做政治拢安尼啦，我唔是讲我上来哦，我就这十年一上来哦，我因为看海外那个学生，不然拢。认识挺抽象的，啊，所以讲，那啲海外对台湾的吼，那感情会抓起来，我怎么办？这特别抓的啊！恁有什么？恁有看像甘地安尼在说？甘地吼，伊是印度是一个贵族，甘地是一个贵族真大哦，伊迄个所。统治的面积比日本两三倍大哦，伊遐大个贵族，英国甲叫去伦敦去读 Cambridge， 读了伊转来，伊有自己的新思想，伊无等于贵族的社会，伊转来对大众的社会了，所以讲眼睛伊在伊那行拢不正个一堆，同时也是那印度人，伊就是容易了。目前1996年代，隆重有200多桶的殖民地拢属于啊，含你太平洋迄落桶啊什么哦，这14、15万的所在人也属于，可是台湾人2000万的人要国民哪里，国民党哪里管？啊，什么中央啊，各方面来啊，少一千一万。恁大家拢别吃别困难了，我知影啦。差不多大家拢会吃。所以讲，这就是讲吼，大家人吼，如果你自我检讨的东西挺多了。现在你若哪说话，哪你说多少人挂工挂不弄掉啊？是落去了。从我就是讲哦，你若要做独立的政治家，你就做好的台湾人啦。啊，若要做好的台湾人，你就做好的人啦 ，human being 啦。你人若无好，你我们台湾人要做好要去哪去？这就是讲。台湾的问题不是只政治问题，意见问题，
深入到这个是啦，这些道德上道德的问题，这类是啦，那个问题里头的，总之，这个是，我今日拄到恁个也真欢喜啦，啊，少年人遮济哦，大家拄到我是真欢喜啦。我这爱讲话，我那希望人讲出好人听是啦。但是哦，我是讲的，我唔是去谈天咯，唔是去聊天咯，这种是台湾上厉害的所在。哦，所以讲，封建时代，那我肯定是个好咯，管你去天下什么官，封建时代是我的时代。现代 modern society 是啥时代？全世界若无好，你家己一个好好袂久嘞。你像台湾老实讲哦，即摆头你讲囡仔个代志也是啥物代志？即摆我中央代志好啊，是啊。迄个基本啊，就是啥？就是国民党这个体制在台湾啦，就体制啦，我。听下听哦，这个代志未解决啦。阿松，你现在讲精英啊，是咱人上不代志的人啦，上这个代志，阿你哦，你解决不是，总之开放些，再再上啦。那讲买是呐，解决洗洗哦，个人的应用好，皆拢无路用啦。你说在一般在上啥个，想法的事，下手的事，迄种啊才有好做的是呐，啊来解决是哩，物件。啊，从真个哦，想法的事就是哦，这些人做的生意事啦，无卖讲的是呐，是不内向为。人一般是翻来做民族，还有迄种啊，爱讲迄种政治、国民主义，还有迄是爱讲的是哪迄种国族。我即摆要先提国族这个英文要哪翻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台湾老吼，即摆老出去，就往一翻过去熬啦，哪无翻过去无难啦。哦，啊，反过恁就想啦，这毋是社会主义啦，这在上那无反过去啦，你无力啦，你想做你看人口内底有30%有无啦？所以讲这个，但是那有做台湾，这个拢做做迄落来再菜的啦。那是吼、哦，我拄仔讲有一个。民族主义吼，还有一个社会主义吼。这个社会主义，尤其是共产主义，对这个殖民地来说，较袂使讲的。中国是哪种个台湾，我拢毋捌讲。安怎？在那殖民地第一个问题是怕把这个外来者打下去的吧？啊，迄个时阵，当然啊，都还是一个无啥个，一个啥阶级主义，一个民族主义去卖，大家卖团结的是哪比赛？所以，这个吼，那讲这个革命的顺序讲起来，哪个殖民地来的，就是讲民主。啊，就是讲。资本主义，资本主义即呾资本主义，你看，有福利无？哦，有提高薪资的问题，即个拢是社会主义的问题。所以讲呢，是呾人，你若对这方面去讲，社会主义也是讲共产，我即摆在讲共产主义吼，马克思以外，大家拢想得伤紧啦。我想讲，这个难度的，三个难，坐起来4-5年就不晓变过来了。
啊，你看马克思因有七个，有七个方面，才有列宁因利用各族的素材。啊，起码是你看，这共产主义啊，做的拢破去了，讲差不多，啊。刚才文化。哦。